家门风车上老命，这是有命。行动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准备要出发去进攻光明会了。唐大哥，是男人的话，就拿起你的武士刀，跟我去把所有敌人杀光。让他们的亲人去流泪，啊！唐大哥，你以为优希可会想看到你现在这样子萎靡不振吗？那你就错了。他虽然背叛了组织，但他一直以来都是坚强、执着、有胆识、有骨气的武士。就算他死了，我还是一样的尊敬他。希望你可以跟优希可一样，当一个真正的武士。田正伟，代理。本府问一件代志哈，代理，请讲。你对这个张顺义了解偌济？代理，我未了解你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张顺义。平常拢在创啥？伊拢定来走去倒位。哦，这我无啥清楚，因为除了公务以外，我私底下甲伊无啥物来往啊。Kevin 大爷，谁呀？
看你敢若真无用的吼。啊，你即摆咧雄雄公公是有啥物代志要禀报啊？启禀大爷，我想要出来去一下，唔知敢袂用的。你要出去？哦，啊你哦，好好好，要出去吼。等下。咱要去执行一个真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去掠光明会统领。你讲你要出去，不然就请教一下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好，大英啊，我是要去阿片警遐巡巡看看。但阿片警遐下骹手人啊，实在有够笨蛋嘞！这工课拢无照起工咧做，所以我三不五时啊，拢要去遐巡巡看看。要不大英你放心。在出警不进前，我一定挂断。我绝对要甲摸清楚到底是啥。特别要去抓光明会统领的时阵，拢有人通风报信，和光明会统领走。今仔日无论如何，本府一定要甲查清楚。大爷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叶顺义，卡斯讲你若无做一挂代志，用误会，是安怎本府会误会你呢？大爷啊，我啥物拢无做啊！安尼你即卖意思是讲本府甲你徛讲咧误会你就对了吼。大爷啊，你安尼问我，我安怎回答你，拢是唔对的嘛？冇紧。不管咱怎回答，这条笑，咱看看算哈。算，是要算什么笑啊？就是你提四千，你有去买官的这条笑。大英啊，什么四千两，什么买官？你讲这代志，我拢唔知啊！有影啦，有影啦，确实有影啦，你拢唔知啦。我嘛也感觉真奇怪，你去买官摕四千两，哼！你是要搭生啊侪钱，摕四千两去买官对无？大金啊，这消息你为对听来，这根本就无影的代志啊！我一定是叫人害害的，大金。放心，放心。你做你放心哦，这件代志无论如何，本府一定会查清楚，时间内最清起现，证明讲你是清白啊！你做你放心，本府一定会给你主持公道。你嘛知啊，本府办案如神，义气沉天，公正无私。你讲是不是安尼啊？是，多谢大爷。这件代志只有美琴知影，一定是伊暗中逼鬼。多谢陈大夫救命之恩。统领，你别客气。我你家庭即届有找到红老前辈，伊有教我解毒的秘方。统领，关系到你中毒的代志，我想要向你解释。陈大夫，请讲。半天英会提迄张毒品来，统领，伊是中到落雨的诡计。因为落雨，掠方玉婷的性命来威胁伊，叫伊一定要送一张批来给统领。其实哦，半天也唔知迄张批内面有毒。我相信半天英，因为我了解伊的个性，伊是绝对袂出卖兄弟，反背公民会。但是统领，你相信伊，并不是代表所有公民会兄弟拢相信伊。陈大夫，请你直接讲。范廷英，因为这件代志，向误会，已经和中路
应该关起来。什么？紧急请陈中龙和秦中龙入来。是。统领，两位中龙，万天英人呢？统领，这其实哦，但是安尼啦。什么？冯玉婷活了去断崖死亡？哪会发生这款的代志？玉婷，孤定，孤定，对不起你。地中路，市中路，恁是安怎伫个无证据之下，都大主大义做这款的代志？那安尼，恁这款的做法，甲腐败的官府又阁有啥物差别？恁两位，我毋是甲恁讲过，我爸一定会解统领的毒，谁人恁都唔肯听我的话呢？我拢是为着统领中毒啊，所以唔在妄动做了唔对代志。请统领降罪，我甘愿背上这条老命。一命背一命，不过这有什么意义呢？白白牺牲一条命，敢是让老五更加得意？统领，还阁有一件代志，必须要向你禀明。讲啊！方玉婷跑咧断崖死亡了后，八田英非常的生气，伊讲是阮无讲道理来害死到伊方玉婷。伊当场挂跑断崖，讲永远离开公平会，卖阁转来咯。啊？什么？万天英替公明会拍拼这么多年，我敢保证，万天英对公明会绝不离心。杨哥代志到这，这马万会敢也够会好？唉，恁这摆真正是让伊非常伤心。也那无，伊袂甲代志做甲这么啊全。我想万天英。这摆是真正袂阁转来公明会啊！阿娘，你敢有找着？我拢找过啊，四个无看到人影的。阿恁呢？有看到伊婷无？我已经把几个庄家拢找过啊，但是找无伊听。伊到底是走去倒位？伊拄我才解毒命咧，我千交代万交代，叫伊倒伫眠床至少十个时辰以上，伊体内毒才完全排掉。谁人袂听话啊？那呢？伊即马走出去啊，身躯顶头的毒是毋是搁会夹起来啊？照老话讲法，是真可能啊。咱做才好诶，若真正是安尼，我嘛不能为你啊。对啊，国民迄边的人，相信是无辜的，把人都转来啊？不是，因无相信我。是一定走去公明会救我出来。一定，应该要求一定去找老五，提解药救统领。公明会那是在想啥？敢讲伊不知一定跟你做伙拍拼，就是为着台湾。
伊想去找路哦，是有去无回呢。光明会的人为着统领中毒的代志，已经掉过头，失去理智啊！原本因无想要为难伊婷，不过伊婷无想要我留伫咧光明会，所以就出手求我。不过安尼，光明会的中路就更加无相信我前面啊！后来咧，既然伊再去找你，想你一个人转的尔。我当然无可能让伊婷一个人走去找老婆。不过，光明会的人嘛无可能让我走，因着一直留阮，我甲伊婷着一直走，最后。阮就走到断崖边啊，无路通行，阮只好出手。啊，不过伊婷的身体，即马根本无法度出手啊。就是因为安尼，伊婷的身体袂堪啊，伊根本唔知影，伊已经退到断崖边啊。一旦出，我甲光明会的人，我甲光明会的人出枪，根本无得甲伊斗相共。伊无死哩，就跋落去断崖啊！你讲的，敢是真实的？一天。伊真正跋落去断崖，我目睭紧紧看伊婷伫我面头前跋落断崖，我无法度救伊，伊就伫我面头前消失。伊婷，你哪会这样子讲？伊伫明明知影，爱倒伫眠床袂当乌白叮当，因为烦恼你，伊才无我家己安慰去救你。光明会人哪会这么讲道理啊？还袂把代志摸清楚，都袂讲台中大兄甲罗欧是共党诶，搁要叫恁把解药摕出来，而且搁要直帮光明的性命，哪会这恐怖啊？我无怪伊，光明会为着台湾已经牺牲足侪兄弟啊！我会用了解，因对西方的怨恨。即马我宣布退出光明会，以后我是我，甲光明会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好啦，大爷，发生这样一代志，你决定离开嘛吼？就算讲要救台湾，就剩你一个人尔，也无要紧。你赶快来做真侪代志，因为你够稳。伊婷，伊虽然中毒，佮跋落断崖，啊，不过，伊佮有可能。大爷，你也佮真做诶。你千万唔通辜负伊婷对你的好意，莫想安尼做啊！
弟弟，其实我甲新南想的嘛同款，一定是一个坚强的查甫囡仔，伊袂这么简单就放弃家己的性命。我相信，伊会甲较早同款，在我有性命危险的时阵，出手救我。对呀，我知呀。你拢想要跟我讲，一天已经死了，对吧？天娘大兄，你拢已经七八九看到伊跌落去啊！那是伊跌落，是早就无命。不过我相信，一天袂这么简单就死了。我一定会看到伊的人，那么我绝对无相信。不管是走到天边海角，我嘛要找到伊的。大兄，你何必安尼？你家想看卖，伊一定敢愿意和你安尼做。弟弟。心兰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这个回来只是想要跟你讲一声，我来走。大兄，咱敢真正要目睭紧紧看天娘大兄离开？今麦甲大兄讲啥，伊绝对拢听袂入去啊！快紧，新娘已经要出去啊！我嘛相信，新娘真侪话要甲阿兄讲的。新娘姑娘，敢真正话都甲伊口讲？伊个口腔，总比咱两个口腔搁较好。免烦恼啦，我个在大遐人功夫，伊知影安怎保护家己个。我相信过一阵啊，互伊小冷静一下，伊就接受这事实啦。若是艰苦，你得讲出来。要把所有代志拢扛贴身过来。要等到伊婷救回来，我真遗憾。啊，不过即马，我至少会当听你讲你心内话。
心来。你敢知影？一定是因为我，才会受这么多痛苦跟折磨。伊根本不应该死。这我知影，这个一天对你来讲是真大的打击。伊一直是你上好的朋友。是我拖累伊。伊若不是为着要救我，伊便无可以甲继续走去公明会替我澄清，最后阁暴露煞命，生死不明。直到到尾，一定对我只有负责，无去回报。啊，我呢，煞一点仔感情都无法度给伊。因为伊挺爱你，伊是用性命在爱你。我知，不过我想透过的是，就算讲我一直想着这个问题，伊还是唔捌怪我。我处处为何啊？心兰，我怪我自己，为什么对雨婷这样用？卡斯，我用对伊较好，无得讲，伊就袂这样痛苦。爱一个人是不要求回报的，只要全心全意为所爱的人付出，安尼就有够啊！我想，伊天是用这款心情在爱你，所以无希望你自责、艰苦，你得好好保重家己。安尼，才袂辜负掉一定的心意。一定也搁伫个时阵，一直真烦恼你。所以不管什么时阵，你若是想要找人讲话，你就来找我。那永远我是好朋友。心兰，多谢你。对啦，啊，你离开公平会了后，要去倒位啊？我想柔情多少？我想要去找伊婷，就算讲伊真正无伫个，我嘛爱找到伊个人，替伊家休息，办好。这是我唯一会替伊做的代志。天亮，不管安怎，你拢好好活的，这就是对爱你、关心你的人上好的报答。就算以后无得再见面，
至少伊知影你是平平安安，安尼就是伊上大的安慰。爱情的梦，如今已消失。心兰，你干嘛是安尼想？伊来你这间情堂，你一定要好好振作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拄到一个互相依赖、牵手过一世人的人。有一挂代志，那是这么简单，就会很放不记的。在我的心肝内，有一挂人的规定，是永远都无可能代替。那不是安尼，今仔日就袂有这么多遗憾啦。我无怪任何人，别怪，就别怪，这是命运的注定。是的，过去我一直希望你会当脱离公民会，今麦我才了解，原来爱你离开公民会，竟然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多少柔情，多少。よしこ、你死了，我的心也跟着你死了。一颗死了的心，是不会再有任何慈悲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不会再对任何人手软。我会让所有害死你的人付出代价。禀大人，我发现前方大约一里处，有一个很隐秘的地方，有不少人在那边进进出出的。我怀疑那是光明会的总坛。安全のためにもう一度確認しろ。はい。唔免啦，我已经派我的分身去确认过了。我年龄真是高见西洋组织，带队伍要来灭咱公民会。严去，这根本就是落伍甲咱离间的一种手段。敢讲你看袂出来是？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千万唔通一错再错。即马上界重要的，是马上要准备好，生地两位长老。完令落去，逼真。是。谭大夫，真实嘞，即马是阮光明会甲西乡队伍之间的战争，
实在不应该去拖累丁力。今嘛，我派两个人先保护你离开，陈大夫，请你原谅。统领，我不要离开。公兵会的代志，都是我的代志，也是台湾百姓的代志。而且，统领你身体不真虚，西方特务的代志，交我来应付。兄，今天就用我们手上的刀来替死去的弟兄报仇！亚军，走！司令前纵，您有看到了哈？什么事？都为了冲这个俩人？是是。大林，先别着急，何英先去动手啊。咱在家等两人就好。良好上进必有一伤，咱只要在家等，等到伊互相在身以后，再入去收拾伊。安尼，我们若袂损失着咱的兵力，阁会当抓着两边的人。到时阵，大林就当立功啊。我知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徛关山看尾烧炭，互恁抬个老火老地的时候，拢无力了，咱就入去抓公民会统领。做一边个小兵，对不？哎呀，官兵爷啊，你是真够成功，莫怪莫怪，十八样个种个千百同款，啊！你是有听到啊？爱学，知不？是。我兄弟命来，是啊！想要夺取台湾，佮黑道要来甲我陷害，更加陷害半天英，第二间阮公明会，真正是手段浓毒，非常可恶。阿你，我一定要甲你杀死。你袂歹，中着我的刀，必然会当无死。哼，我无死，就我你爱死啊！啊杀了你们！我是个报仇！起来！到杜街，先带个警惕。你先走，我来应付。统领，我阿婆你走，紧走。我不会走，我是统领，我要跟我兄弟做伙作战。统领，别害，你的命较重要，你也保全身体，公明会将来才有希望。不去嘞。
今天一个也别想逃。哼，不要你干单，取下统领的头，替我们死去的弟兄们报仇。杀！这！你有听到？你有听到？你他多啊？咱们爱的表母爱到遐尼凄惨的声，一直到今嘛，你个肾拢到底几个？大爷，保内。哼，所以我讲你真袂成功，本府拢有咧算，为头到到今嘛咧跌跌算算的，有话声才好掌握的，无话声我相信更加侪人，所以咧，今嘛是上好的时机。大爷，你今嘛意思是？我即卖意思，你甲前总两个人锻炼外面，像你去消灭公卫统领，也够使用的对不？做这边中桥两个消灭，死到愤怒对在个。调停清宫，调停啊双方以后，反射给台湾的孙夫代理，等我吩咐来做呀。你讲对不？大爷，你讲了对，恭喜大爷。所以前总，代理。今嘛马上锻炼官兵，抢这个消灭公民为统领，本府咱们要指挥大局。学习。大弟。买车，要是个带起来。是不个带起来啊？今嘛努力来公民统领上个时机啊。今嘛人也个你个小怕，咱若是今嘛冲入去，会好影响方兵，当作共同的敌人，做伙来对付咱。不然今嘛是要惊啥？咱今嘛遐尼强。遐侪官兵冲入去，甲消灭。这个时阵上好时机，你是咧行安怎？也是搁等一下，等因整个部体力无人的时阵，安尼毋是搁较好？万一叫官兵为统领走，也是要安怎？咱得就伫外面，伊走袂去的。官白眼啊，当年高王本府唔敢冒这个险。我咧讲哦，你唔通搁动哦。你若继续动手动，你若继续做动，本府怀疑讲你到底存什么心？沈先生，您今嘛马上锻炼官兵，求那个俩公民为统领，本府咱们家指挥大局。是，大家准备行动。哎，稍等嘞。大爷，要个什么代志？留一个港务口的官兵留咱们家，保护本府。是。没有，在。不过大弟。是。沈先生。我公民为统领，就交你了哈。冲入去了。是。对我行。等你离开，公民为统领是咱上重要的目标。统领，这个时阵你无走命的，王进，走，全部拢给我离开。应该每天要抓到统领，安尼才会当救起来。王英正，好鬼呀，统领！不可能，我的鬼！
你有看到吗？光明会通灵啊！这个时机上好时机，你晓得光明会是上好时机。用钱阿想，只要你晓得光明会通灵，本府绝对给你升官。想，敢不大人？本老板嘛在遐，免管遐多，听话，我叫你写就写。你有要写？有想要升官？那有要升官？写。是。是哇，这若无紧来走吧，你嘛去连累着哦。扫着红台尾，搭起在边仔休息哦。我看我还是紧来走哈，还是紧来走，紧来走。左秋，亚大伯，你这个空瓶坏通灵，你听我讲，我是台湾富强的第五代的，你千万唔得听啊！你唔能台湾，你唔能台湾，你只要帮我走，我绝对帮你一条心哦。有听系无？我跟你讲过，我是台北富城第五代，台北富城非常非常少，我你千万唔得猜我讲。哦，你竟然无去顾着本府的性命，你竟然敢杀！啊绝对要让伊走去！走！看起来，咱两个就要决一个生死。感情，这个想要台湾的朝廷职务，都是非议的。有甚物要求吗？不管有甚物，我的任务就是要把统领杀死。把你的小鬼仔脚摕落来。
卖个换口啊！假戏是你，我嘛替你求一个同款的保险款。敢讲公民会统领是？敢讲，你真正想要知我是甚么人？总是你，我想希望你，那是你。性命，你可保我一刀。你完都，统领，你受伤啊！关键的，伤势真严重，惊！关键的，我传你弟兄。关老板呢？伊应该会出代志才对。不是管老板的，哪会敢那伊一个人？可恶！一定又搁许公民会的统领走去。这个统领是怎么真好走？安尼管老板等嘞，要安怎向你面交代呢？啊，只会当回去，才甲管老板参详啊。看阮接落来是安怎进行？那个敢不是统领？这么近的距离，阮老板无可能知影。看起来统领已经受伤了。阮老板是安怎要放过公民会统领？是另有温情，也是伊刁故意要放走统领？无去想到来中，即马回忆经济啊，有可能讲得好啊。陈大夫，真正真感谢你。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。我只是怨叹啊，我都
帮助所有公民会兄弟脱险。公民会兄弟，伤亡的情形如何？真严重。严哥，你刚才有一群兄弟趁机会逃走，拢是我领导无方。今晚我要去查看卖啊，敢有失散的兄弟？统领，来来来，坐来，你坐来，你坐来。你今晚受伤的，好好休困。等所有伤拢好啊以后，再来拍算，好不好？袂用的，西乡特务甲官府的人拢要查我。假使我留在这，恐惊会去拖累着你。统领，你唔通安尼讲。你是为台湾的百姓在打拼，我哪可能见死不救呢？你现在留在我这，好好休困。你放心，我会当保证你的安全。假使讲全台湾的人拢跟陈大夫同款，中官人呐，咱也着要惊西乡组织因的野心呢。统领，你无需要安尼侮辱我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好啊，又啊！百姓在打拼，温暖身份那是应该的。少一个人知影，你就加一份安全。你不需要向我回失的。陈大夫，这段时间你为咱公民会付出。继续温暖你，我都更加对不起你啊！啊，青姐，我是伫想讲，你是咱大丢的啊，这么有名的素心，生活阁过得这么好，就是遐官府阁较恶质，伊嘛唔敢惹你。但是你同款这么挂心咱台湾百姓的生活，领导公民会。甲官府的对抗，我就是因为这点啊，才这么钦佩你。我更加钦佩你，你不是公民会的人，说三龙两处安尼甲斗相共，佮替我假做统领，互官府的人拢了无。陈大夫，这是一件真危险的代志，你知道？好啊好啊，咱两个咁需要安尼学落来学落去先。这个我也真多谢你，那不是讲你斗三工，我们也是真危险的。好，别啦，还是讲，陈哥，你今晚应该知影。有关的新闻对不？
真歹势，我若是较早甲你讲，无定今仔日你就袂受伤啊。我知影，想袂到，我上在意的人，竟然是刁林派来的特务。伊这么要用尽心机，安尼要想要杀我，陈家，你们他妈的想了，我咧想有关，伊嘛唔知你是公明会的统领，伊若是事先知啊，我相信一刀伊嘛剁袂落去。我咧听先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有快，来，我讲吼，你好啊，有困难，我会逐工来甲你换药啊，真紧就好了。多谢你，别啦，哪里我先出来。大哥，你放心啦，我无代志，可能是伤忝啊啦，啊。精神上造成的压力。涂大爷，你嘛会晓看病啊？为着某女如何，这件代志绝对跟你官兵有关的。来啊，啊起来！你是硬要无赖，这就偷鸡娘呀！我跟你讲，你也知啊，偷鸡娘是我娶来的朋友，何以为难，就是何我杜庆元为难。来甲过去艰苦，甲你心拔掉去。过去救啥，伊拢不要紧，已经拢过啊。即嘛你叫做官非的，敢若亲像婴儿共款，天顶悬悬在你背。你看看，我都是会当互你信赖、寄托的查某人。我要娶你，我要好好的照顾你一世人。还有你这个大神的人垫在我的身躯边，人生除了安尼以外，还有什么通对求的呢？寂寞不知千里万里，借我也只有在梦里，长恨悠悠无尽期。想做你是公民会通的，想做我跟你竟然是敌人。你弟弟的外辛苦比支持我，为何我的人竟然就是我拼性命要抓的人？天公伯啊，不是在跟我讲算账？李白，
王老板，看到你回来我就放心啊。什么代志？迄个时阵，你去玉通顶，一天都无看人啊！我是在烦恼讲，你唔知出什么意外无？你敢有受伤啊？放心，我无代志。对啦，我离开以后，那边的状况怎？真可惜，也是去予光明会，也阁有西乡特务遐重要人物走去啊。啊，不过官府也是有抓到一挂光明会，也阁有西乡特务的人啦。即马着看你现明，是毋是有在调，并未做甚物重要的消息。嗯。关老板，你是咧想啥咧？敢有甚物话要甲我讲？无啦，我只是感觉真可惜，报告这么久啊，也是无法度消灭光明会，还阁有西乡的敌部。关老板今仔日的表现怪怪呢，伫个山谷内面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啦是，是讲，我会记。你去玉通顶，现在后来无抓到通顶咧。哦，到最后也是去会走去啊。明明关老板甲通顶是对山谷内面前后脚出来，伊是安怎咧讲白贼的？而且迄个时阵通顶已经受伤。以关老板的功夫，无可能拍赢啊！统领，敢讲统领真是去予关老板绑走的？那真是安尼，这个统领一定是关老板熟识啦。怎么真可恶呢？如果予光明会统领逃走去啊，哦，伊怎么真老早？无采咱利用西乡组织下入光明会的实力，这统领。还是走去啊！安尼，恐怕以后要阁抓到伊的机会，应该是无啊。是讲，关老板啊，咱无抓到统领，是免来向李显明遐交代的。你敢唔惊伊，真是对大老板下手？好啊。我感觉今天这个问题以后就讲。哦，哎妈，阿那无，你较早休困呢，啊，我先来去啊。豆豆爷，我真正想不到。你竟然都是光明会的统领，你对我真心其中，我明仔忍心安尼对付你。也不过，王爷交代的任务，我阁必须爱完成，也那无就是反背王爷。我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好？阿哥，这个真正是恭喜你，会当报这鸟车完啊！无唔对，光明会进前倾门大雨，再来攻击来，害咱组织损失严重。西国三妈知影了后，非常生气，黄夫人一定来报仇。永安阿西阿三妈带人去偷袭光明会总部，我相信这届绝对会成功。哼，讲到这个光明会啊。真正足不是款的啦，唔若处处甲朝廷作对，甚至搁甲西国三妈为敌啊！我想应该无偌久，这光明会用我改啊。唔是朋友就是敌人，这是应该做得来。嗯，哼，
说到这个阿夏什么真的是心机妙算的，竟然知道利用这个半天音去对这个公民会的统领下毒，让公民会的人对半天音产生误会。我看现在就算这个半天音没离开这个公民会，也会让公民会的人怀疑说他跟这个阿夏什么有交集，想要回去也回不去了。不对，一个已经活未久的公民会统领，再加上一个和公民会误会怀疑的半天音，我看公民会也动不多久了。咦，阿哥，这样看起来这公民会应该真紧就瓦解，来到时阵这算是大功一件呢。我在这先恭喜你啊！阿先生，阿先生，我看你的面色无啥好看，刚刚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本来阮已经要成功啊，想要到官府的人汹汹走来，唔若破坏我的计划，搁公民会统领都走去。咱真无简单，叫公民会统领定夺，想要到竟然会都走。是啊，真正是够可惜的。以后若要找到同款的机会，更要无这么简单啊！土家我有特别做法，予咱的人会当顺利离开现场，用起我袂少的功力，我今晚先去休困。其实哈啦，这几天加派一挂人手，好好观察大稻埕的动静，也搁有官府的动作，千万袂当搁有组织受到牵连啊！是。卡拉卡。就是。你个亲妈，搁对组织的代志这么无用心，那是我知影你这届，又搁是因为感情的代志，耽误到大事。我绝对袂放你耍。不会了，不会再有机会了。ヨシコ，他这一辈子心里就只有陈天龙，就连他临死的那一刻，他都只想着陈天龙。阿哥，你这个讲啥？伊在安怎？一定爱死啊！亲眼看到他掉下的悬崖，柚子，他那个，你难道把酒给给我？一定把雷耍掉！你不是讲你最爱的？原来你声声讲讲讲你爱，拢是骗的。在你心肝，你根本就无一定。
你再把酒给快一死人也别着急，对吗？对吗？你有事，你别动！来！你们都不了解，我看一天的感情花期。剩一天还袂活，啊！不过我绝对袂放弃伊。伊我家己的身躯内底，留着同款的血，所以我无可能让伊死在我的面头前。我绝对袂像恁同款。你想要害死？害死？我害死他！我就算牺牲我的性命，我也不要任何人伤害尤西克。害死他！我是全世界最关心的人。他从来都不屑我，是砍刀成天。连睁眼都没有看过我，所以就是因为一定不爱你，你才甘愿放伊死，无愿意救伊对无？你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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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件事完全不能怪他卡。尤西克是突然跌下山海，我们大家根本来不及救他，而且当时都是光明会的人，我们没有办法久留。这件事情，田纳卡根本就无能为力。一天，一天，永生，一天，一天。这哦是客白白送你的啊！阿弟天，你自今日开始对好好友好阿娘哦。乖啦。卡边阿娘迄两蕊目睭哦，一感觉家庭条条的。你有你，阿兄，我够感动的。你这么听话，我是变哪报答你？妹，你起码只要陪我去买买好新郎姑娘的礼物就好啊。又过新南宫，你真正有够痴情的。啊你呢？我。走啦！
以后莫阁艰苦啊，一定愿死啊！你阁安那想起我不落用啊！阿哥，我真正想无。所以你才简单的死去，伊明明阁少年，阿哥有这么好的人生头过。一听安尼离开，我嘛感觉真遗憾，想不到伊会死到这样突然。我做工啊，听到你讲这个代志，一定这样，一定是对的，一定了做伊真单纯，只去日本生活。伊那是怎样？伊这个身份竟然这样复杂，甚至因为安尼死去，应该会开这块大计。这就是咱身为着母的悲哀，生甲死，不是咱家己当选择的。讲起来，伊定安尼牺牲，也算讲是死了真价值。是安怎伊定的命运这样悲惨？你敢知影？伊自细汉就离开厝去日本，虽然我甲伊做伙时间足短，啊，不过阮兄妹的感情一直拢足好，我一直拢真烦恼，伊一个人孤孤单单伫外口生活。亲情，已经无甲咱回来大场听。我问我哥俩阵，我甲伊总算是会当做伙。我两个爷伙仔，总算以后有代志会当做伙参详啊。真体谅。若不是因为陈天龙出现，喜庭嘛袂规个人拢变啊！不对，是迄个陈天龙，迄个陈天龙，唔知对伊庭下什么话，我一定真正爱伊。伊甲厝内底人作对，甚至为着伊，甲我毙命，拢是伊陈天良，拢是伊陈天良。其实我对伊挺真失望，才阁什么，这尔用心栽培伊，我嘛对伊有真心的期望，结果伊为了陈天良反背咱大家。之前伊离开的时阵，我就已经当作伊死过一届啊。结果想袂到伊阁继续替陈天龙做代志，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。讲起来，
伊天实在有够悲哀，那不是因为拄到陈天良，伊今仔下场嘛袂这么凄惨。伊为了陈天良付出一切，也不过到最后，陈天良的心肝内也是无伊。阿哥，你讲了无对。陈天良明明就知影，伊婷这么爱伊，伊竟然欺骗伊婷的感情，伊利用伊婷对伊的感情，拿替伊做代志，甚至阁为着伊，牺牲伊婷家己的性命。伊婷真正有够可怜的，我相信伊在死之前，伊的心情一定是真孤单、真寂寞。我实在替伊感觉足唔值的。伊婷的死，我是因为陈天良。一定报仇！一定报仇！伊婷已经无任何的利用价值了，死嘛是应该。也毋过伊方还阁有，我一定爱好好利用伊婷的死，控制伊方，替组织做代志。阿伯，你哪会来？我找大兄林秀开讲，告诉你哦。大兄，你好，进来。看起来今仔日咱大队的三兄弟，拢需要找人林秀加油唱嘞。兄弟，就是兄弟，想的拢是同款。坐，来。来。陈天良为了公明会出生离死，想不到是这款的结果。我不是一款贪心怕死，为着你个会出卖兄弟的人，伊奈安尼，奈安尼误解我。是啊，光明会会当这个名声，迄拢是因为半天因啊。因为大兄性格强硬，天老百姓做真个代志啊。无该大兄再怨叹啊。其实，我因误解，我因冤枉，
我拢不要紧。我上艰苦是，一定，伊是因为我的代志，才会搬落去断崖啊。段爷，您呢？来了。来来来来来。好佳哉，即马，阁有恁伫咧身躯边，若无我真正感觉，平常时化兄弟，拢是化假。过去迄款救兄弟的情谊，予人世人一个，就拢放袂记啊。你哪会这么讲啊？啊，即马不甲宋阳这么严重啦，光明会即马元气大伤呢，啊，对你什么好处啊？唉，这个叫做人心地来啦，同样付出这么多，我来算一种结果啊。使用遐一家手人是够可恶的，这种部署拢想不出来，够卑鄙的。摸唔着，一切拢是因造成的。我一定要把因所有人拢消灭，替一定报仇。尤其是老恶啊，这所有的代志拢是老恶设计出来，以前伊真正台死伊的凶手。卡斯公莫给多掉，唔知阁有偌济人会受到伤害。伊利花去对付统领，害我喉咙冤枉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大爷，啊，不过老的法术真正真厉害，咱若要对付伊，都还较细腻的。啊，不过你无要紧，我两兄弟已经咧斗相共，那一点老火即个，台子真正凶手死甲真歹看。是讲当时啊，都算在乡村里向，嘛不一定有路用啊。在这世间，不是所有歹人拢受到报应的。你哪里讲？是啊，三弟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找到害你的凶手。免啦，我跟你确定，台湾的凶手啊，就张顺业。今晚。你敢确定？嗯，阮一家伙人生拢会毁掉啊！结果呢，伊也是做伊的舞蹈，过好日子。这个世界根本就无公平。静婉，你先卖忍耐，该来只讲清楚。你敢找到证据？就是因为我无确定的证据啊，所以就算徛在我面头前，我无伊的法啦。这段日子，伊一届搁一届想要杀我，若不是我运气好，早就死啊。你无确定的证据，啊，你来咱讲，就是伊的凶手。你敢会记得迄个病患哦？我会记得，刚刚，迄是张顺杰。不是，是阮丈母的。恁丈母，那呢，甲张顺杰有啥关系？伊想怎要暗算你？因为张顺杰甲阮丈母应该捌做伙过。所以，你发现着因两个人的代志，伊想要杀你灭口。无唔对啊！我嘛是甲所有代志连做伙，我们才想到的。而且之前要杀我迄个人，伊的手和手柄夹着伤，可以甲我讲，伊看张顺的手嘛有夹着伤，所以认为
张顺义一定是凶手。既然这件代志会牵连到你的丈夫，那呢？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这么想的是变作对付张顺义，其他的我不要想太济啊。无唔对，张顺义够可恶的，伊甲你害到这么凄惨，那一定要付出代价。张顺义这款的痞痞小人，搁咧官府做代志，无怪，百姓会受苦。我嘛真想要报仇啊，但不过即马无确定的证据，而且搁是波涛，我实在提无法啦。我想要治你的命，那绝对袂当了放伊煞。张顺义做这样一个歹代志，到即马搁毋知悔改。咱这可怜的百姓抓伊无法的无要紧，咱得甲专门对付高官迄本电影请出来。想要抓回去啊！啊，惨啊啦！啊，这届若是让小阿知影，啊，咱就稳死啊！啊，洛凯要安怎啦？要安怎？我哪会知要安怎啦？哎，洛凯，当初供电部的副老爷娘是你呢，你哪会知你无负责任啊？我无负责任，你才无负责任啦！啊，小阿早偌济钱来台湾啊？我看有一半拢是让你食物件食去的。钱要开掉，我哪可能讲电无，搁来讨救兵？啊，小爷讲钱无够，搁赚着好啊！我看小爷赚钱的速度比袂过你食物件的速度啦。哎，啊，你又不怪我，啊，当初出卖小爷人是你呢？哎，我出卖小爷，你想我是这个性格，这个样，三个里里里啦。啊，当初我讲电无的时阵，你嘛有同意啊？我是有动摇，唔对啦。啊，唔过，哎呦，啊唔过啥啦？啊，小夏知影哦，咱两个拢爱死啊。啊，落来，袂用个啦，袂用个啦。我搁有真侪好食物件要食着呢，我袂用死啦。我嘛袂用死啊，我袂差得阿算嘞。拢是你啦。那不是你要错算吼，下晚咪去踅踅着菜花姑娘，咱咪去帮伊增加啦。老爷若来哦，咱冇说来同我走啊。走，是不走去倒啦？啊，老爷遐厉害，伊凊彩找嘛知影咱要去倒位。啊，那你要安怎啦？要安怎？我看你是要死伫下手头，是要死啦手头啦？我要小爷啊。确定？啊，虽然讲小爷是较歹啦，啊，不过咱的感情嘛是敢那亲兄弟共款啊，对不？嘛是啦，啊，就算讲小爷若发性地吼，一日嘛下落去，忍者都过啊吼。无唔对。好，既然春头嘛一刀，秋头嘛一刀，归去。咱去找少爷坦白。好，嘿，行。你讲啦，你讲啦。我是不是大家我先讲啦？你真是，我宰啊！有宰，有宰，我大宰，假宰，骗宰。弄出来！嗯，谁？大！大！臭呆呆，做兵丁其实袂歹，你较认命。喂，会啊，当归啊！
我跟你讲哦，你别一直拍我脚趾皮了。敢讲哦，恁拢唔捌听过，一个人的脚趾皮有三百火，啊，你若一直甲拍，火若化去哦，迄是真衰呢。敢讲哦，你是要看我衰到彻底哦，你才甘愿啊？哈？啊，你也无差啊，你。喂，我跟你讲，你袂使安尼，我若衰，你搞我懂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做面梦，阿妈好啊，做一届吼。做面梦。嗯。哎，你甲看啊，我多。陆老板，过好在在，对我来。你找我去要做啥？我唔是找你，我是找你。拜过，你去泡茶。无茶，阿无闲啊，无饭通食。哦，啊你啊你，你哪去扛水？水管无水啊？嗯，我个好歹才做去，我就无爱咧。我若是去带水，啊水管打破还是破到要安怎？呀哎呀呀呀！哎，哎呀，冬瓜，我都不甲你嫌啊，你搁咧嫌？好啊，我大家都卖去啊。为滴哦，本少爷感觉天气热，也袂瘾做啦。哼，你是不是走去？无啦，我无啦，你还？哎，我不敢问啦，喂，敢问？你想做，都莫讲话。无安尼啊。安尼敢会用的？安尼敢会用的？你笑啊！拄只伫未来，你个面就像个哭过同款。人生敢有遮尼艰苦啊？我即摆才知影，人生真正足苦的。不管你的人生有多艰苦，拢有我替你分担一半，这样你的负担就会减少一半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我是一个真幸福的人。你今日是安怎想用甲我讲这？大家甲正凡三个人，足久无安尼做伙啊！想要甲即个安尼做伙，啉一个酒，说讲一寡伤心的代志。大家一心要保护台湾，为着要完成国民会任务，离开心内伤心的查某人。拖累着上爱的查某人，结果呢？落乌一个反间计，将为国民会付出一切，目前你都枉有去啊！卡叔公，你那是大兄。你会选择公民会，还是新南公园？我两个拢未选。
因为我敢来选择你。咱到最高啊！我是认真的。在对的时阵，拄到对的人，就应该把你手牵牢牢，永远都袂当放开。这是人生上幸福的代志。伊是为着正华的代志艰苦。彩华，我无想要等啊。我想要马上跟你申请，我会泉州投奔来到台湾，因为我是一个立心妄为、不知人间疾苦的富家子弟。我敢那知影逍遥自在，游戏人间。我无想要任何代志搞跟你白交的，俺不能知影，我会为着你。待我自己。朋友，我不需要你为我牺牲，或者是改变。假使若因为安尼，你就不是我爱的朋友啊。咱马上来申请。你是真正破病哦？你若真正破病，安尼嘛好啊。上好是病到要要断开安尼，安尼哦，你得咱马上甲我插入嘛，天打出去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别动！小水，等下是阮有聊的，我来到三间，紧啦！行。朋友，你醒啊！朋友，你怎醒啊？我当爱大酒店的任务，就是要抓光明会统领，组织乱动作乱。这个任务的目标已经在眼前啊，也不过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阿娇，进来，进来！你还听不听？阿娇，我得想办法救你。你没有才调，你就不能去做你阿老爸母，你还知影？你是穿寡妇低寡帽的人，煞在这做一款卑鄙下流的代志。歹就是讲，所有大人当家时还伫遮上大，我著替你无话哩。我不准你离开阿哥。我查你即摆咧生活咧是足艰苦，
我都接受新娘离开这个代志，也唔够悔啊！我希望你冷静落来，看下大人这件代志，安尼好不？我那做是对，也是不对。我真正无想要伤害庆元。什么人？是我。在我面头前，你让我感觉你离我足远足远的。因为咱的身份无同款，不是身份，是咱两个人的心，愈来愈远啊。也是啦，元宝跟廖尊哥，咱两个人是会用的互相珍惜的知己。起码我才知影，原来你对我的感情，只是一场骗局。飞燕，我从来毋捌欺骗过你。你唔捌欺骗过我，我见过统领真侪个，嘛甲伊交手过，也毋过你拢伫小鬼仔卡，我根本就毋知影迄个人是你，甚至你阁叫陈志宽假扮统领，目的就是要掩盖你真实的身份，你这叫做无欺骗我。我会安尼做。我拢是为了公平会，而且我嘛无希望，因为我连累着我身躯边的人。会员，若讲到这点，我真歹势，我真正是不得已。不得已，我冒我你的身份，是不得已。会员，因为你。拢一直反对这个公平会，所以我更加唔敢让你知影我真实的身份。飞燕，我到即马我才知影，现在你也反对这个公平会，因为你是朝廷的特务。公民会反袂朝廷，煽动百姓，甲朝廷作对，根本就是乱党。抓公民会人，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啊！飞燕啊，飞燕，你应该真了解我杜庆元的人品，甲杜庆元的人格啊！我安尼做。完全拢是为着台湾的百姓，一丝丝的拢无为着我家己，因为我杜庆元啥拢唔欠。我当然嘛了解你做人，也毋过公民会是朝廷要对晒了乱党，我感觉你较自私，我无希望你是公民会的统领。飞燕，如果我若毋是公民会的统领，我就是一个生意人的杜庆元，
我对迄个阿伯你也嫌贫，我真正一点啊办法拢无，你知无？相公，你无办法。你甲孙虎代理是好朋友，你会当用正当的方式来改变台湾啊？你讲得无唔对，起码我甲孙虎代理关系是真好，要唔过我唔敢保证后继人的孙虎，我甲有同款的关系无？所以，台湾人的决定由台湾人家己来决定，绝对袂使让朝廷来决定。袂使让朝廷决定，敢讲由恁这款乱党来决定？即我都是通民，我都会使替百姓做真济代志，我做甲真爽快，嘛会使甲迄个阿伯弟夫李阿贤民创治甲真良辈。我真欢喜。你讲的就有道理，养个每一个人，拢有自己的立场，也靠善良。真可惜，都好咱两个人立场无同款。我是朝廷的特务。你是光明会通的，咱两个人永远都是敌人。慧燕啊，感情是感情，事业是事业，会使给放开无？该分好开。过去咱两个人是用性命互相来保护对方的，那段感情。讲煞就煞，实在是就伤心了，你知无？就算你安尼讲，也是无法度改变咱上根本的立场。你讲得无唔对，虽然讲咱两个立场不同，但又唔过，人都是人。上基本的感情，都是上单纯、上真实的。伟爷，我是足怀念咱过去那段感情。袂用的，我骗你两心，我骗你袂记我的丈夫。难怪你根本嘛无采像你讲的遐尼信任我嘛，所以你才会怀疑我，甚至找机会要试探我，敢毋是？夫人，甲你讲几啊遍啊，我安尼做，拢是为着公平会兄弟的安全。喏，夫人，即马换做你，你会安怎做？你甲讲。无唔对，我嘛会做甲你同款的代志。严格咱两个人都是立场无同款，感觉你阁看袂清楚，咱两个人的身份根本就袂用做朋友的。咱袂当当作啥物代志拢无发生过，阁甲过去同款，继续安尼相处落去啊。是兄弟，只要你放弃朝廷这个职务啊，咱就会使甲过去同款啊。无可能，我是替朝廷在做代志，自古以来，尽侠不两立。你莫阁苛刻我，我是绝对无可能为着乱党反背朝廷的。公平会不是乱党，只要你放弃做朝廷的职务，咱就会使。做伙为咱台湾来打拼，你莫阁讲，现在是我，现在不是你放弃公民会要对抗朝廷的行动。庆元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会当想办法说服朝廷召唤公民会啊。乔安，你敢有想过？朝廷
如果若歹，你啊下面这款的人管台湾，台湾的百姓安怎？我著大胆的甲你讲，台湾的百姓会凄惨落魄。啊！朝廷的歌，朝廷绝对有规矩会当处理伊。严哥，你只是大朝廷的私心，你有啥物资格插手朝廷的代志？即嘛毋是干那朝廷的问题，还有一本人的代志。朝廷中除了孙副大人以外，有啥物人关心咱台湾？啊！保护台湾是朝廷的责任。你无必要管遐尼济，我也无想要管遐济啊。要唔过朝廷根本就无管咱台湾人死活，我做台湾人，我当然爱管台湾人的代志，你知无？你给我点起！讲，你真正要丢我性命？无唔对，那呢？你都动手。今日以后，若是我搁看到你，我绝对袂放你走。飞燕啊，飞燕，咱两个人。到这为止啊！庆元，我真正无希望代志变甲呢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是你？过去的代志拢当作无发生过，我好，你甲我讲，我到底要安怎做？
烦你啊。真个，看你那面色不啥好，是不是工作搁在听？不紧啦，不大事，不大事。等待有啊，我去找傅医院啦。哦，你拄只去见医官了。把所有代志拢讲清楚啊。想袂到，以后都是死对头。其实哦，你应该还有一点么时间呐。伊突然间知影你是通灵，伊一定无法度接受，就亲像我同款。到这个时间，知影你是通灵。我不是同款无法度接受啊！啊，我做通灵又搁安怎？我大警官就是大警官，我所做的代志拢是为了台湾的百姓。请问风声谁留名？这是有名。